好，欢迎收看 Hope TV 癌症后的住节目，我是清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癌症希望基金会的朱玉营养师来到节目当中。朱玉你好。你好，清荣姐你好。再来聊聊日常生活中的饮食问题。今天要聊的是大家很爱吃的火锅。好，可是火锅有很多迷思，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说那个火锅哈，边煮边滚会诱发癌症，而且比如说头颈癌，因为就烧的呀，是真的吗？是真的。好，其实你很少举圈，对对对，这么肯定哦？应该是这样讲，其实吃火锅有好几个点会诱发这个食道癌的点，我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就是应该是说有些人他很喜欢喝那个很烫的汤，对不对？但是其实 WHO 已经发现说65度以上的液体，不管是汤或是热茶，其实就是会对我们的食道黏膜造成伤害。对，那其实这个黏膜造成伤害其实就是这个食道癌的一个危险因子。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饮食上面可能很多油脂的高油脂的肉类，或者是一些加工的火锅料，或者是像这个什么油条啊炸豆皮，这个其实都是很油的东西，好吃。然后呢，我们都要配上什么碳酸饮料，好可乐，对对对，这个时候呢，快乐啊，对啊，胃食道就逆流了，对不对？胃食道逆流，这个胃酸就会对我们的食道造成二次的伤害。所以你原本喝一个很烫的汤，再加上这个胃食道逆流，就二次的伤害。好，再第三个，有一种锅也会对我们的黏膜造成伤害，什么？很辣的。麻辣锅，对，像一些麻，对，麻辣锅，那多好吃啊！对，所以这个麻辣锅，如果像这个太辣的东西，其实对我们的黏膜也是会造成伤害。所以综合这几个，就是对食道癌来说，都是一些会诱发它的这个癌症的一些危险因子，就要特别的小心。还有一种说法是，那个汤煮很久，因为你想啊，跟朋友聚餐吃一个火锅，就算不跟朋友聚餐，自己吃小火锅，那也要30分钟。那一锅，你一开始一定呼隆呼隆就全部加进去了嘛。一个东西煮到30分钟再吃，这会不会致癌？我这样子好了，好不好？我先解释一下，就是说为什么火锅汤里面会有这个亚硝酸盐，就是我们一直很担心说久煮会致癌的一个成分。其实我们火锅里面，我们最常听到亚硝酸盐就是加在这个加工肉品，香肠、火腿、腊肠，对，或者是一些加工的肉类。我有没有点那个？对，好，那如果没有点这个，结果青菜里面也有，因为青菜里面它其实一些氮肥或者是一些有机的肥料，它其实里面就有硝酸盐，它在煮的过程就是会产生亚硝酸盐。就干嘛的？它已经长成菜了，那个氮肥的亚硝酸盐还在它的菜里面。没错，对，尤其是日照不足，它的这个硝酸盐，尤其像农民忙着采收的那种，它的硝酸盐含量更高，所以它就是到火锅汤里面就会有容易把它溶出来。那就是再来，还有一种汤底，它的亚硝酸盐也特别高。什么？腌制的泡菜锅、酸菜白肉锅，这些酸菜白肉锅，对，这种腌制的汤或海鲜锅，它的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都会比较高。因为你知道吗？是酸菜白肉锅一定要加海鲜下去煮，对，才会好吃啊。所以你看那个正统的这个讲到吃我就很内行啦。你知道是酸菜白肉锅最好吃，因为它很酸，就是中间你是要先加一点蛤蜊啊，然后一定放点螃蟹啊，就很鲜美。然后白肉再给它涮下去，哇，3合1，完美啊！讲完那个唾液都在分泌了，结果营养师说不可不可不可。为什么？好，其实亚硝酸盐它其实并不可怕，它对人体造成的一些影响，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恶心啊、呕吐一些小小的症状啦。但是它可怕的在哪里？亚硝酸盐吃到肚子里面，它如果跟一些胺类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比如说海鲜、肉类，这种含胺类比较丰富的食物，它就会结合成亚硝胺。这个亚硝胺就是我们的致癌物，对，它就不安了。所以汤煮越久，它溶出来的亚硝酸盐浓度会越高，所以汤要先添出来还是最后再吃那一锅呢？
照个人喜好，当然觉得煮到最后比较好喝、啊。对，但是大家都搞错了，其实应该要一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在30分钟以后，它的亚硝酸盐浓度就整个溶出来，然后浓度会越来越高。所以请大家如果真的想要喝火锅的汤，就是最好对一开始煮滚的时候就先添出来，添出来，要不然马上喝也不要，因为怕会伤害到我们的食道。好，所以我们才会放2-5分钟再来喝，比较不会有这个亚硝酸盐过量的疑虑。怎么这么麻烦？是，对。那另外还有一种，现在我们都买那种现成的火锅汤底，比如说像今天这个猪鱼旁边这一包，是这种听说也有亚硝酸盐哦，含量很高、哦。这种汤底好不好呢？我其实必须跟大家讲一下，它其实会加了很多额外的食品添加物。对，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来看一下看一下哦。其实这个已经算少了，1、2、3、4、5、6、7、8、9、10、11排。里面应该有几十种吧。好，所以除了这些食品这个添加物之外、其实大家也要看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含钠量。含钠量可以看一下，太小字我看不见啊。那我就念出来给大家吓吓大家好不好。它这每一份哦，它的含钠量有3820 what 点二，每份哦3827对，点二毫克。对，那其实如果说我们人一个人一天是2400，它其实光是这一包汤底就已经超过了，就是好，已经快要两倍量了。但还有一个东西啦，就是从火锅衍生出来的是那个水，水一直滚。其实不只是火锅水一直滚，我们家里的热水器水也一直滚。对，那个水有没有问题？铅滚水有没有问题？对，铅滚水哈、好，其实这个水啊，它就是里面本身有一些这个硝酸盐。那有一个研究就发现说，我们煮滚哈，一直煮滚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到第五次的时候，其实它的硝酸盐的浓度真的变得很高。但是我刚刚有讲到，其实硝酸盐对我们人体并不会有特别大的危害。那也有研究发现说，就算呢你喝了煮滚五次的这个铅滚水啦，也要喝到13公升，对，对身体才会有造成过量的危害。一天吗？对，一天。对，那还好啦，牛饮不可能嘛。对，所以我们一天大概顶多1公升、2公升嘛，所以其实倒也不用这么担心。好，另外还有一种迷思是说，吃火锅容易罹患大肠癌，为什么？好，是真的吗？如果真的常吃的话，真的常吃，然后如果你的选择上面又不对的话，其实是有可能。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听完我讲，然后选择都是对的话，那就不会了。为什么会造成大肠癌啊？就是第一个我刚刚讲的红肉吃太多，肉吃太多，对，肉吃太多。第二个就是说，像这些加工肉品里面的亚硝酸盐跟亚硝酸亚硝胺的一个结合，对，然后还有就是你的青菜吃的不够，对，就变成整个饮食就不均衡了，没有足够的纤维。对，最后要帮艾友问一下，尤其是正在治疗的艾友们，如果真的要吃火锅，有没有吃的方法或顺序、沾酱这些？好，那就是我就先从汤底。那我刚才有讲到，如果说可以自己制备的话，就是当然像一些什么番茄、洋葱汤底啊，或是大骨汤，就是自己看得到这个原食料的哈、食材的，尽量不要去买这种就是现成的，现成尽量减少。尤其是后面有这么多，我在外面的话，当然就是尽量这个酸菜锅或者是这个泡菜锅，我刚刚讲到它的亚硝酸盐的这个含量可能会比较高一点，也可以尽量选择像这个日式的或是昆布，对对，或者是比较清淡一点的锅底。对，那第二个食材的话，当然就是越天然越好，对，然后尽量是大量的青菜。那红肉类的话，跟这个加工肉品类也是一样，会有这个致癌的疑虑，所以我们在选择上面尽量也是稍微减少一点，以白肉为主这样子。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蘸酱。蘸酱好，蘸酱当然也是越天然越好，尽量不要太多的这个沙茶酱或辣椒酱。我刚刚讲到像那个麻辣锅，对不对？出来你再加很多的这个辣，那是不是对我们的这个黏膜其实是蛮伤害的？尽量就是葱姜蒜酱油或者是一些白醋。那再来就是主食哦，主食我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很多人都是在煮完最后把面条跟冬粉放吸那个汁，对，吸那个满满的汤汁。刚才经过我这样讲了之后，你就不敢吸了。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先下这个会
吸汤汁的食材哈，主食面条啊、冬粉这一类，然后还有一个啊，那我后边都免吃啊，我吃我面的好啊，那是配着吃嘛，配着吃好不好？好，那这样我跟你讲，日式火锅不最后下那一点汤的时候还要白饭下去啊，对对对对，煮一煮，然后再加个蛋花，有没有？对对对，那就是满满的硝酸盐，对汤底的哈，而且其实不止硝酸盐。还有我们常一直煮这个水分蒸发含钠量也会变得很高，对，还有我们食材里面的肉的这个普林，还有青菜里面的普林通通融到这个菜里面，欸嗯，还有有一些店家他的青菜没有给你洗得很干净，还有什么你知道吗？农药答对啊，我从刚刚就已经很想制止朱玉继续讲下去，他这样讲下去我的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但是久久吃是没有关系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OK， 癌症 Auto 助为您打破迷思，解答疑惑，请大家为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下次见，拜拜。好，谢谢，拜拜。